嗨，多么跟家人，大家好，我是阿伦。今天阿伦要来跟大家介绍什么样的东西呢？没错，今天我又有一些好看的东西要来跟大家分享了。像我之前有介绍过，就是 Bigu Camera 跟我阿伦频道合作的一个优惠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使用呢？说实在，我就觉得还蛮划算的。像我自己本身呢，我都非常的想要用，因为可是我在这边工作，我没有办法使用免税，对，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地方哦。然后不过呢，经由阿伦频道的团队们的努力呢，其实现在有更多家的一些药妆店愿意跟我合作来推出共同联名的优惠券咯。那这里是哪些药妆店，我们现在马上来分享给大家听听看吧。接下来所说的优惠券我都会把它整理放在我的 Facebook 上，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页去寻找一下哦。首先呢，第一间呢就是位于北海道的札幌药妆店，对，没错，这个呢就是我们跟他共同所推出的一个优惠券哦。然后至于这个札幌药妆店它有什么样子的优惠呢？你只要在里面呢购买满5000日元，然后符合退税标准的话呢，你就是出示了这张优惠券，除了退税的 10% 之外，你还可以再获得 5% 的优惠哦。这样算起来就是免税后再额外有优惠，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北海道的话，你可以不妨去札幌药妆去看看咯。接下来第二间呢是发迹于九州的Cosmos， 对，我之前的影片呢有曾经有去 Cosmos 就带大家稍微的逛过嘛。然后这个呢一样是我们有跟他谈成了合作，然后有推出了阿伦的优惠券，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哦。而且 Cosmos 呢在日本全国呢有1000多家的分店，算是还蛮不错，虽然说普遍集中在九州那个部分啦，你看有没有北海道跟九州两边的地方我都照顾到了。不过呢当然不止这两间啦，首先我们先来继续讲一下这个北九州 Cosmos 药妆店有什么样子的优惠好了。你只要在日本的 Cosmos 呢满消费满10000块日币以上的话呢，你除了免税之外呢，你还可以得到额外 5% 的优惠，跟刚才的是一样。然后不过呢，你只要单笔消费满30000块日币以上的话呢，你就可以除了免税 10%， 另外还可以再加7%的优惠，所以合起来算起来呢，大约是等同于打8.3折左右，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优惠呢？真的是买越多折越多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 Cosmos 的话呢，你可以不妨试试看这一个优惠券哦。然后接下来呢是天野药妆店阿玛诺的药妆店，然后这间药妆店呢是在名古屋的店铺比较多，然后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名古屋玩的话，也可以不妨找找看这个天野药妆店。然后至于我们跟他有什么样的合作的优惠呢，你只要购物满10000块日币以上的话呢，也是一样享有免税 10% 再加上 5% 的优惠，这个也算是还蛮基本还算还不错的优惠，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在名古屋玩的话呢，也可以不妨试着使用这一款优惠券哦。好，然后接下来下一间店呢是叫做鹤羽药妆池日哈的药妆，他这次我跟他们又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合作呢？首先呢，你只要购物满10000块钱到30000块钱日币之间的话呢，你也可以享有同样的 10% 的免税，再另外额外的再加上 3% 的优惠。这样听起来好像比刚才还要少一点哦。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哦，如果你是购买30000块钱日币以上到80000日币之间的话呢，你就可以享有10%+5% 的免税的优惠。然后如果你在购买超过80000块钱日币以上的话呢，那你就可以享有免税 10% 再加上 7% 的优惠，所以这样算起来也是有等于8.3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不过呢，说到买到80000块，我觉得在药妆店能够买到80000块的人真的是代表你大户，真的，我这辈子还没有在药妆店一次买超过80000块日币以上。不过有这个优惠也是好的，如果你真的是像这样大户，可能帮朋友买啊之类，你真的可以买到这么多的话呢，这个优惠呢，相信一定可以帮你省下不少的钱哦。然后接下来呢，最后一间呢是麒麟堂药妆店。麒麟堂听起来好像很厉害，那种飞龙在天的感觉，有没有？然后至于我们跟他阿伦频道呢，跟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合作呢？就是你只要在那边消费满10000块钱以上的话呢，你就可以一样是免税呢，另外再加上 4% 的折扣，对，免税的 10% 加上 4%， 然后如果是购买30000块钱日币以上的话，就是 10% 再加上 6%， 所以加起来是 16% 的感觉。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麒麟堂的话呢，也可以不妨使用阿伦的优惠券哦。好的，以上呢就是我这次为各位大家同整阿伦频道与这分别的5间不同的药妆店所合作的一些优惠券哦。如果大家有兴趣来到日本的话呢，也可以不妨找找看，依照你所去玩的地方找找看这5间不同的药妆店有些什么样的优惠咯。也许你们会觉得说啊，阿伦的店家还太少，是不是可以再更多一点？我朋友真说我们目前是尽力，我们接下来还是会继续努力，就是帮大家去寻找一些来到这边玩能够更优惠，然后玩得更尽兴，能够更省钱的一些方法。所以说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的话呢，请在下面留言帮我打打气，然后我们也会继续接下来会努力的继续为各位大家去谋更多更多的福利。
励的哟。想要知道更多优惠券的详细呢，或者是你想要去下载的话呢，欢迎到阿伦频道的 Facebook 的粉丝页呢，去那边去下载哟。那今天阿伦频道呢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阿伦频道呢主要是要分享在日本的一些所见所闻呢，还有像是今天总为各位大家收集好了来日本玩就是必须要的折价券的一个整理跟一个分享。有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来追踪我在日本的第一手的影片资讯哦。好，这两边是我其他影片，下面这边是阿伦频道所有平台人的游戏频道，千万不要错过喽。所以对我们的朋友说，我爱什么说，等你哦。大家有机会来日本玩的话呢，也可以不妨试试看阿伦的优惠券哦。